虽然表现出一些领导力，却又不由自主地想操控他人，婚姻中有些敏感和不安，爱人需要你的关心和照顾，但你却觉得对方抱怨过多，太过情绪化。基于自己家里的月亮与金星形成了正三分相，六分木星，对分水星，情绪敏感而不安，但因为月亮在巨蟹加上金星的互动，还是带来了和谐之美，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和照顾他人，并带来了谦卑的态度。火星分别和月亮及水星四分相，则意味着情绪受到挫折，有可能有暴力冲突，同时沟通与行动之间的不协调和有压力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